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丝丝小可爱，有电影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足够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大家实在是受伤了，拢还袂听起来。我伫这拜托大家听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佫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聚宝 online， 红兔大展迎宾式，万事如意，好运来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好啦，今天又来这个内湖保时捷，准备来选配了。然后我要先前情提要讲一下好了。那等于是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有来，七个月前了。对，他那时候说要等14个月左右嘛，没想到七个月就通知说可以来选配了，然后选配了就生产了。那生产要多久？三月多吧，听说。然后其实中间本来已经决定要退掉了，我已经问了那个说，如果退掉的话要扣多少钱，他说要扣车价的1%，也就是说我订500万的车就是要扣50000块。后来我就说哦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他就说好，那看怎么约。他就说看是来我们店里面找我，还是我们来这边签那个退订的。然后后来因为忙，然后拖到上个礼拜，他直接通知我说排到了，可以选了，问我还要不要啊？然后我就开始挣扎了2-3天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一台车要等那么久啊，中间人的心境会有很多的转变。你的转变是什么？汪汪死掉啦，然后就觉得不想买了，我就觉得对啊，我就不想买了，人生没有意义了，做什么事都没办法。本来想开着那个保时捷带汪汪那个吗？兜风之类的吗？其实我记得在买的时候，我好像就说汪汪可能做不到了，我忘记我怎么说了。我只是说我们可能搞不好没有在一起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两个可能就分手了。对啊，就没想到七个月。对啊，都还来不及换，还来不及分手，来不及换人。嗯，是啊。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？3月，2个月而已。对啊，那也都还没离职。本来想说摄影师也换人了。对，就大家都还在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默默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就这样过去了。嗯，唯一不在的就是，唯一不在只汪汪。我好想哭。现在开头就要用这样吗？第二个转变就是我们在订车的时候，其实经济市场还不错，慢慢的一直走下坡，一直走下坡。然后甚至啊，明年的预估经济可能也很差，所以就造成说，我也觉得说啊，公司好像也没那么理想，现在生意也没那么好，真的要买这台车吗？那最后决定要买的原因是什么？观众啊，因为想说你拍的时候要来订，然后说啊，对不起，我们退订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封面就两个人这样。对不起，哎，那这样子也是一个流量啊。对不起，我们退订了。好吧，对不起。对啊，我、哦、搞不好对不起流量比较高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补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来退订，所以我们今天是来退订的。变这样，对，我想了很久，颜色都还没想出来。好啦，我觉得你的内心应该是还是想买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想退订？我觉得太高调了。一台车500多万，选600万，600万很多地方可以买房子。一台车开路上，我觉得有点太高调了。可是 YouTuber 是不是都这样啊？因为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生活嘛，所以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都拍出来跟观众分享。我应该默默的买，默默的开，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啊。可是你看每个 YouTuber 都嘛，好像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我们是真的是跟观众分享的心态啊。好啦，反正我觉得这个变数很多，然后30万压他们这边也7个月了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。你知道他怎样吗？我们今天选完配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把30%的钱汇进来了，他才要开始做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假设选到600万，我要180万汇进来，他才开始做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保时捷靠收这个钱就很削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上次讲过了，每个都收30万定金，哎，他那边生利息呢。他就算把这些人的定金放在那边不动，他都生利息。然后我现在我150万进来，又要等2-3个月，又放在他那边生利息。你看有他光收这一些车主的这一些定金放在那边就多少钱，那很可怕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进去选配。我觉得今天选配要选很久，我们就赶快进去。不会，我不会让你选太久的。走吧，因为我本来昨天要来，他去弄头发就不能来了。我觉得带他来，我真的很难选东西。怎样？完蛋了！我可以帮你决定颜色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色彩学怪怪的。哦，对，我昨天有投票哦，第一名是蜡灰色，第二名是什么？蓝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想要来找一下有没有什么限制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蜡灰色？这个应该是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蜡灰色，蜡灰色第一名哎，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颜色了。我本来想说来这边看有没有看到一些现车的颜色，因为我看那个网络的图片照片，我真的看不出质感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奇怪，因为你要花一个600万，然后可是你没办法看出它的质感。对啊，这不太好。没有，他跟你讲，我们只要挂上我们保时捷的，什么颜色都 OK。哦，居然是卖 mark 就对了。对啊，卖 mark， 什么颜色都是屌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去选配啦，走。
九。我跟我老婆对颜色真的有一点还没抉择，想看现场。请教一下，这个是杏色吗？对，是咖啡杏色。我其实我那时候有看杏色，杏色其实还蛮特别。还是最后我们会不会就是纯白色啊？我真的觉得看网站的图片其实看不太出，对，跟实车有点落差了。对，其实有点落差。好吧，那我们到你说到好这边走。哦，刚好 CT 白的啊，老板娘，如果白色就是这样啊。我觉得白色很好看啊，好、白色耶。好、哦，那边有哎，那边可以看啊。啊，对啊，你可以看，绿色就这个绿啊。冰冰，所以蓝色是这个蓝吗？蓝色我们来看的是冷。贴上来的是这个。可我觉得这个蓝色很好看哎，这样看很好看哎。阿呆，你有生活吗？这个颜色？他应该没有。其实原本觉得蓝色不错。真的假的？但是要再配他们配的蓝色的头灯。冰川蓝的头灯，他自己默默搭配了一个组合。啊，白色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呢，不考虑吗？不行啊，那不好卖的。好好好，你的理智回来了，很好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选。迟早要卖的嘛。好，颜色就标准白。颜色就是标准白色。对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轮圈，轮圈我们大概有想要换吗？哦，没有，轮圈我不选。轮圈就是标准的。那内装黑色。对。椅子的坐向有想要调整吗？八项是前后、上下跟椅背。椅垫本身还有一个倾斜度。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请教你一个有一个电动座椅是跟什么东西有一个 package 还是什么？是不是跟电动方调整方向盘？但是现在也没有电动调整方向盘、哦。那我应该不用选。后来因为缺晶片，我们后来十四项或十八项座椅的选配，它会没有电动调整的方向盘。我们这个有气压悬吊可以选，还是它原本就是气压？它原本就是气压悬吊。哦，好。国家地区专属套件，国家地区套件就是越野套件的，因为它有一些饰板，有一些突出的饰板，看个人喜好。不过基本上因为选的人没有到很多了。然后座椅比较多人选应该是2+1的座椅，因为标座是2+2。这个我们一直很想要请教小思哥的专业，这样就是中间的椅垫，很多人会觉得说四人座是不是将来在交易买卖？这真的不好卖。可是我觉得不会、不会、因为我觉得这是用车习惯的关系啊。那你像我的那个，我就只有我跟我老婆，那偶尔在人而已啊。可是我觉得如果车子是以这个的外形的话，我觉得中间加不加？我觉得还好，还好，真的觉得还好。我现在省一省，等一下才可以选大包。对，有啦，我有研究，稍微研究一下下。车顶的行李架是不是铝合金的？车顶架，看，因为标准是没有车顶架，好像这一台是有选黑色车顶架。那你要选哪？我会选后座。你会选后座？你他妈这一趴赢过我了。如果你是行李架，行李架别人看得到算，后座没人看得到。可是用得到。我们就是要选别人看得到的东西。还好你有问阿呆。我干嘛问他？我只要问他行李架，他跟我讲后座。我们现在这台后面是有后座的。议员都有选后座了。你会看一下。CT 大部分都有选。不是这 CT 都有选。没办法开啊。哦，这是要交车。最近要交车。那从外面偷看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看一下。对，我一点都不想看。后座干嘛啦？大部分都有选后座。因为他会觉得旅行车可能需要两人座的设定。对，旅行车好 go， 他就那个对后座的，你那些 go， 没关系，先 go， 等下是行李架。对啊，行李架。那我们现在 go 黑色的铝合金置物架，要选全景式的玻璃车顶。好，对啊，那就跟着啊。我请教一下，日照控制是什么？日照它是变色玻璃，变色玻璃。哦，但因为现在原物料也没有，现在也不能选日照控制的玻璃。哦，好，没有，我只是好奇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？再来可能窗框标准是铝合金窗框，银色的。那有的人会换成黑色的。黑好了。只有窗框嘛，没有其他地方。没有，就是两面的窗框而已。车尾车型名称怎样？有些会换成车身同色烤漆啦，或者是你说那个开框的那个字哦、喔，这字标变成黑色的。你要拔掉？拔掉？对，可以不用留字，对，可以把它删除这样。要有了，我选四 S， 那四看有没有四 S 可以加大。啊，要不然你选四 S 有什么意思？怕人家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要继续道歉。好，继续道歉就会有这个 Drive Mode 的变换模式。好的，动力方向盘。
因为我们车方向盘比较重手，一般都要选配动力辅助的。我们上次试开的是有的，那都有选配。我们甚至里面都会有选，我没想到动力方向盘要选因为我们算是跑车起家的，有些人就是他就喜欢这么样重手的，对。可是我好想知道重手是多重哦。可你们也没办法比较，对，因为我们试人车里面都会有选配，对啊。我们偶尔试之后试到客人没有选配的时候，感觉稍微重一些些啦，重一些，比较回馈力道比较小，就是回转打到底，它回来的力道小很多这样。但大部分因为也是为了。后所考量，大部分会选有真的难开到这样吗？倒也是没有，只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车好像应该需要一个动力辅助的升级系统。为了以后还是对选好了啊。对，我要问你是隔音隔热玻璃是什么？隔音隔热玻璃就是双层玻璃，对，双层玻璃。这是不是很少人选？这其实这点蛮少人选，因为它费用也不低。但其实我蛮想选四个玻璃而已。包括前挡风玻璃跟后挡风玻璃，全车哦，全车，所以你要考量说，如果到时候前挡被十级，那个前挡玻璃的费用是一般的两倍的价钱。挡风玻璃保险是有理赔的，有一次保险也有理赔。我想要先看一下，先勾好了，好，先勾，这个都要，这个都要，台乐减震器，然后环境跟360。然后在停车比用，变换盲点侦测，智慧巡航，然后智慧巡航 APP， 在免钥匙功能，对，内装这边比较多人选的气氛灯，我们有七个颜色的气氛灯，主要就长这样，它就是罩地，然后自卑架，然后跟它这个中央扶手的下缘。那北洋需要灯吗？气氛灯啊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可以啊，好，很多吧。然后特色套件是我们上次看内装的饰条，对，这个就是车门的饰条，对，然后中央的自卑架，然后还有如果有选技术套件，技术套件的底色也会换成女色的底色。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说要选，我上集有说我要选这个，就质感对啊，质感提升很多了。后座侧边气囊要选，它原本是几个？原本是六颗安全气囊，这颗再加到侧边胸腔气囊，变八颗气囊。好，不用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意外说五百万的车竟然只有六颗。对，我要问那个头枕的 Porsche， 对，头枕的盾徽，它是用烙印的，我一直以为有刺绣可以选。它这个烙印，你觉得要选前面两个座还是四个座？对，刚好两倍的价钱。他会这样，哇，有没有？哦，前面两个这样。好，真的。还有，其他都是细材质的差别这样。我怎么没看到大包？应该没有，外观是 Taycan 的 ，Cross Turismo 没有大包可以选，它是只有越野套件可以选。我点错了，我看坐车啦、啊，所以没有大包可以选。是，对对。哇，整起来二十几万的，二三十万的。现在就像、Boss 音响。对对对 ，Boss 音响。然后 e performance 有像跑车音效啊，对，跑车音效，然后这个户外听得到，户外也听得到一点点声音。好，对，就像如果你在慢速在卖场的时候，人家知道说这里有台车经过，对，那是安全，对，安全。然后电动开合充电盖，哦，那很帅。对，这个选完就是会有一个这样，它就是一个感应器在这边这样。感应器，对，就是差不多这样子。对，那你选了将近100万，这样是正常的吗？就正常。台长 4S CT 其实蛮容易选到100万的。哦，是啊。对，因为常见的可能还有轮圈。哦，你看我连轮圈都没选，对，就没有选。我没选卡钳，大包也没得选，我苦了。我请教一下，我们现场有没有那个双银色特色套件的车可以看？可以，我来安排一下，你们销售一下。好，麻烦你。就是多这个嘛。好、哦、啊，冷气出风口、杯架跟前面冷气出风口跟方向盘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耶。好啊，觉得蛮有质感的。它其实没有颜色，没有很深，刚刚的有点土土的。对，我看起来就很金啊。土色，可是现场看不会。现场看不会。好 ，OK。Ultra Dash Z3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Avia、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啊，估车，耶、yeah ！啊，不错。虽然不错，但是车也有年纪了。哎，泰山，来，你猜看看这台车值多少钱？5万多吧？不止哦，多好几倍哦。因为我看到他这边有一只手机正在玩聚宝安奈，哦，多好几倍，轮盘一直转，给几啊杯嘞？来，我跟你讲，来，这一款就是聚宝安奈的万兽狮王，免费游戏中每回合的倍数都会往上跳，越到后面越刺激，有可能一把就给你出10000多倍啦。刚好我也是二手车界的小狮，哇！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等等肯定会出大奖的啦，嘿嘿。忘了说，这个系列除了狮王之后，还有象王哦。进入转轮模式，有机会升级再升级，到最后一个阶段，还有机会拉到这两款游戏累积的巨额奖金啊！
要怕忙也要选对游戏玩，记得要玩这款聚宝 Online， 到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商店就可以下载哦。喝剩啦，真看卖嘛。哎，狮子出来了啊！对了，刚刚忘了说，即日起到1月31号玩聚宝就有机会抽到大奖宾士 Go Go 喽！过年期间再加码，天天抽 iPhone、Switch， 奖品超多的啦！过年没事玩这款就对啦，聚宝狂送，大奖狂中，还不赶快去下载聚宝 Online， 快跟我来一起与狮共舞哦！抽剩。新年玩具宝，宾士开回家，立即下载聚宝 Online。好累哦。啊，我觉得我们选的算蛮快的吧？对，因为我其实我已经有大概去上网看，然后大概有一个想法，我要什么东西。对，只是比较细的东西，像我今天多选的就是气氛灯跟那个饰条什么，大部分其他的东西都是我原本就在网络上就有购这些东西，所以保时捷随便选要选超过100万超凉。不是你会有个想法吗？我都已经花了500万买一台车了，然后我还要进去，然后想像家徒四壁，然后空空的，就像你买了一个信义区豪宅，然后里面都空了，毛坯屋，然后这一个椅子给你坐在那里，一个沙发，然后一个床这样，大概类似这种感觉、啊。他说这是装潢费啦，对不 对, 對？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付很多装潢费，跟我们家一样，跟我们的房子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浮夸系。嗯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到太浮夸啦，就是我觉得，所以我们这样更要不得。中间就是要浮夸不浮夸的感觉。我相信阿呆如果自己选的话，应该是差不多200-300起跳了吧？他在上面磨你的钱，不一定啊。如果钱是从他腰包掏出来，那不一定。然后他会说：“我可不可以买一个字标就好了？我先买字标，好，之后我有车我再贴上去。”然后很屌说：“我那个字标不用删掉。”你说：“哎、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我3年前就把字标先买好了啊，把我们的字标卖他。哦”哇，删除很累呢，删除零元呢。啊，结尾了吗？没有结尾啊，结尾就是花了100万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说我那一天在家里勾的时候，我下定决心说我要用最保守的方式勾，我真的要挑我真的需要我才要勾，因为我知道那个都很贵。然后我这样勾勾，随便就100多，就跟现在一样，就130，就多了一个29万的大包。哎，对，这个为了避免人家这个说我们这个太过于炫富，我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讲，我是分期付款。你现在要我拿600万，我没有这个实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家也是分期付款，对，都在分期付款，一代再代。觉得后面压力很重。张国荣一首歌《代》，一代再代，哇，哦，一代再代。原来那首歌叫《代》，那首歌叫《追》。要追再追，要带再带，反正就是这个，一代再代，不要有仇富心态哈。如果分期付款的话，相信你很多看我们频道的人都可以，甚至很多看我们频道的，甚至连分期付款都不需要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这个，因为他我知道他选配完要付30%，所以我在要下决定到底是要退车还是要来选配的前2天，我还是去问了会计说，我们现在如果拿了150万出来，对公司的营运会不会有影响？好，我是了解过后哦，才觉得说好吧，那可以买。其实里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促使我买的点是什么？知道吗？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随时都会死掉，所以如果说我这一次没有狠下心来做这件事情，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也许就过了，永远都没有做这件事。当然，没有做这件事情，看对你来说，死掉就会遗憾吗？看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啊？我觉得其实是在你的人生，好像没那么重要，没有在你的人生清单里。不是，对对，有啦，一定有啊，法拉利啊，有林宝坚尼啊，一定有啊。那你就直接买法拉利跟林宝坚尼就好了。买不起啊，没有再过一段时间的。对啊，所以要就是先慢慢这样，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, 对啊，我们玛莎拉蒂300，啊现在600嘛，啊再不就是900、1000的，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？有那个命的话啦，对，有那个命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清单啊。反正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啊这么辛苦赚钱，对啊，40-50岁总是想说，保时捷那之前我们都是二手车有开过啦，不是像这种比较新的东西，第一次离我这么近嘛，我是觉得啦。好了，600万，然后里面有年历跟红包袋，2023的桌历跟红包袋。对，我桌历还蛮厚的，红包袋蛮厚的。好了，那今天谢谢曹伟了哈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谢谢。那预计他说大概5-6月吧，3月生产，预计3月生产，150万要先汇进来哦、喔。对，才要做，钱拿到才有做，好不好？
钱没拿到就永远不会做。所以我们今天拍完之后，我们下一集再拍道歉影片。对，对不起，对，我们虽然选配完了，但是我们又没有买，再拍个对不起的就好了，又可以再多拍一集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没买也可以拍三集。那买了可以拍几集？买了也差不多而已啊，就多一个交车、啊，多一个交车啊，交车换道歉影片啊，一样意思啊。嗯，好，那不要买了。道歉 是你要道歉，道歉要露出胸部哎、欸。好啦，现在已经少一只狗了啦。哦，五月来不知道会不会再少一个什么女伴，就是换一个女伴或换一个男伴，然后换一个员工这样，好不好？看下次是下个轮到谁？哎，不要乱讲话。现在是在玩密室逃脱是不是？在那边旋转，然后看谁知道谁？对，太可怕了。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聚宝 online， 红兔大展迎宾室，万事如意，好运来。保时捷那之前我们都是二手车有开过了，就是像这种比较新的东西，我们反正没钱的人永远都是用人家用剩的嘛，知道吗？我就觉得我坐二手车就很像这种感觉。真的假的？不太好。你说开二手车都是用人家用剩的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可是真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啊，真的有人是这样觉得、欸。但是我很常讲一句话，有新的能买，谁要买二手？我讲真的啦，所以我这样讲也不太好，因为这样子好像打到我自己的生意啊。对。所以买二手车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，对，非常不是人家用剩的，这叫做聪明理财的概念。对，没错。就是说如果假设人家他照顾得很好，只开了一两年、两三年，呵护他好几年了，对，然后你来接手赚到，对，赚到。就像阿呆找一个女朋友，找到一个人家都训练有素的，哦，你这样很乖的，十个眼色他自动就蹲下来帮你绑鞋带，擦地板、绑鞋带，训练过的比较好，十个颜色就自己他就屁股就翘起来，怎样在地上擦地板，嗯之类的，你重新训练好，欸、你知道吗？新的很累，对，新的很累，对啊，哦，好热，人家不要出去，好不好？还、啊、要吃什么？随便、啊、都可以。啊啊、我们吃阳春面，哦，又吃面哦，吃披萨，哦，不要，好胖哦，啊，不然吃炸鸡，又好油、哦。那你要吃什么？啊，随便。你只想抱怨这一段吧？啊，我没有抱怨你啊，你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